直播吧9月30日讯据电讯报报道，在曼城2-0战胜布莱顿的比赛中，还未完全恢复的阿圭罗出战65分钟并打进一球，表现出色。在这场比赛中，曼城球迷高唱莫里尼奥，我们希望你留下来。本场比赛曼城拥有将近 80% 的控球率，28脚射门，以标志性的瓜迪奥拉风格2-0战胜布莱顿。据瓜迪奥拉赛后透露，阿圭罗还未完全恢复，换下他赛前就商量好了，尽管未达 100% 状态，阿圭罗依然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打进一球，闪耀全场。由于利物浦和切尔西打成平手，曼城凭借净胜球优势升到榜首，而同城对手曼联则境遇不佳，他们客场1-3输给了西汉姆，七轮过后3-1-3，积时分排在第十名，与曼城分差达到了9分。而在阿圭罗的进球帮助曼城2-0领先后不久，部分曼城球迷开始在伊蒂哈德唱起不要解雇穆里尼奥，穆里尼奥我们希望你留下。最后曼城球迷还合唱我们拥有瓜迪奥拉。